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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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就帮他拿着一排的，不过我一排的。好的啊。
对哪个比较有兴趣的？好，跟你介绍好了，这个最强的，这个卖的最好的。我们看起来专门卖芒果青，但是这个桃子是我们的主打商品。那这个你们幸运，这个昨天才开始卖，因为它已经将近两个月没有进来台湾了。来我们的摊位啊，有消费的客人，十个客人里面手上大概会有七个人会拿着桃子，为什么有兴趣可以跟我说哈。那百香果口味、梅子口味的情人果，那洛神花，我们家洛神花是脆的，哎，都可以尝尝看哦。你要，请问你要分，我们分大小盒在卖，桃子、情人果、洛神花分大小盒，小的100，大的150。旁边的金枣、番茄、姜一盒100，你对哪个有兴趣的可以跟我说。好，甘草芭乐，有原味的，也有甘草的，这边有切好的。我那家，出一旦你吃会变较轻。哦，好。来啊，超市你们要去哪？好。谢谢。